水利署第九河川举办里木瓜溪生态廊道计划，在木瓜溪高滩地监测到了有外来的强势物种浣熊的出没，为花莲第一起野外浣熊通报，而初步研判是成年的北美浣熊，可能遭到弃养或是脱逃。因为忧心对环境农业造成的侵害，九河局、县政府农业处和花莲林管处共同发布了呼吁，民众若发现请立即的通报。第九河川局在110年10月26号晚间监测到有一笔浣熊出没于排水新干线下游接近与木瓜溪汇流处附近的影像资料。九河局秘书表示，木瓜溪桥下游左侧的高滩地拍摄到浣熊出没的影像，初步研判是北美浣熊，可能是遭人遗弃或是逃逸返回农地与水源之间被记录到。这次的生态调查过程当中呢，意外的发现有一只浣熊，经过了这个我们生态的红外线摄影机的位置。那虽然它是只有一个单独的个案的发现，我们觉得说可能是人为的弃养或者是逃脱。那但是因为浣熊它虽然非常可爱，可是它对于农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它在我们台湾地区它算是一个外来种的物种，它对于整个山地的栖态的话，它有非常强势的优势的一个环境，可能是没有任何的天敌可以对抗它。过去浣熊多数进入台湾是以动物园或是宠物饲养等因素被引入，透过逃离圈养或是不负责任的野放行为进入到野外，对当地的生态系统以及农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那像在邻国日本，他们也因为宠物弃养，然后造成野外有野生的浣熊出现，然后也造成他们非常多的经济上面的损失跟困扰。所以在台湾目前是没有野外族群的状况底下，那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次九合局他们在河滩地上面的监测调查所发现的这一只浣熊个体。那后续也呼吁民众，如果有发现野生浣熊的踪迹，不要自己去捕捉，建议马上通报县府。那县府会这边会联系相关单位，委托专业的人士去现场捕捉，那希望可以维护整个环境生态的健康，然后不要让这个野外不应该存在的这些宠物的物种，然后意识到野外造成我们生态的破坏这样子。外来物种的移除工作是由县府农业处主责，农业处表示，这次花莲首例野外发现浣熊的踪迹，除了请民众协助留意，也将访查有饲养申请的单位或是个人，期盼能够早日掌握浣熊的踪迹。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